Hello， 朋友们，由于最近这两天风大浪大，再加上环境的因素，这个庞然大物搁浅了，怎么进去的也不知道。稍等一下，把它拽出来。有的朋友进来就点两颗小红心，有的朋友要也不给，就给一个吧。主播看到那么多小红心会很高兴的，不给那加上一关注，记得关注我，看我精彩直播抓一些。嘿嘿，大海又落潮了啊！带上咱家小可爱们出发赶海喽！我这里发现一个皮皮虾过来了，来了！哎，收，嘿嘿嘿收！这里又发现一个小可爱正在散步，看了吗？哇，真可爱！这个给它放了啊，不要嫌弃。又发现一个大螃蟹，过来吧 ，baby， 出来吧，正在赶海直播，速来我直播间！嘿嘿嘿嘿嘿！大风刮草多，都是咱家货。又是天落潮日，小可爱们快上车，我们去赶海抓鲜。今天退潮来到沙滩上，发现一个白白的东西，哇塞，这是由好多的牡蛎壳组成的。发现一条带鱼，直接把脑袋插在脑子里去了，真是条愣头青啊，嘿嘿嘿嘿。保护大海，爱护大海，人人有责。觉得主播对的，给主播双击点亮一颗小红心。接下来朋友喜欢大海赶海抓海鲜，给主播加上一关注，带你赶海抓海鲜，不见不散。这么漂亮贝壳，能不能换回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呢？马上直播。东风吹，战鼓擂，咱在海边怕过谁？大海是我家。这是哪个老铁带来的好运啊？在海边发现一个紫色的贝壳，发财了，收了。来自金鱼的鬼头蟹，面目特别的狰狞。在沙滩上发现一只皮皮虾，皮皮虾这个皮是出了名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发现一只长了脾气的长腿蟹，跑得还挺快。海蛎子贝壳下边发现一只螃蟹，回家给你披上红色的战袍，好大的张开缝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收了收了收了！哇，发现两个不一样的派大星，做成标本送给远方的朋友。近来这善良长着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，这免费的小红心能不能给一个？有好多的朋友觉得大海挺好玩的，随手就加上一个关注，速来我直播间看我精彩户外直播抓海鲜，不见不散，包桶中。嘿嘿，大海落潮了，小可爱们快点上车，马上赶海喽！一来海边就发现一个小香螺在这爬呢啊，收！就发现两个派大星在这，看了吗？真好看，收了。接着说 ，double kill。嘿、hey, 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有个东西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看这个小可爱啊，叫铁头蟹啊，这个也比较可爱，不要啊。又发现一个小罐啊，给它收了。哇，哎，还有个八爪鱼哦，哇，哇，又发现海星了啊，这个不好看，它要这个，这好看啊，收了，嘿嘿，哇塞，哇，哇哈哈哈哈，这里有一个垃圾啊，给它带走啊。哇，八爪鱼收！哎，我的 baby， 干嘛呢？哇，收！这里又发现一个。